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广州建房服饰展厅拍摄现场。今天我们给大家上新的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哈，卡依奴。卡依奴这个品牌的话，它是从1997年创立的话，到现在的话已经有2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，所以说这个品牌的一个名气的话，也是奠定了它的一个基础哈。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看一下它所有的一个款式。卡依奴呢这个品牌，它的一个定位的话，就是这种成熟欧美，然后优雅的一个这种风格哈，所以说它这个知名度呢也是非常高，然后品质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它的一个年龄定位的话是在25岁到45岁的这样一个年龄定位，而且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依奴的一个秋装的话，它也是三标齐全的啊，吊牌价的话都非常的高。而且卡依奴这个品牌在我们广州的话，也是在万达广场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型商场都是有专柜的哈。相信卡依奴呢这个品牌的话，就它的一个品牌的质量跟名气的话，就不需要我去多介绍了，很多做过的一些老客户的话都知道卡依奴这个品牌哈。它的一个吊牌价的话也是非常的高，然后整体的色系啊都是这种沉稳的一个色系。这一款我们是做的一个上下装的一个搭配，一个西装外套里面配的一个衬衣，然后这种西装裤，上身效果的话是非常职业的哈，也是非常优雅大方的一个感觉。整体的风格的话都是偏这种成熟女人优雅的一个这种款式。而且我们这个的一个小份的话也非常少哈，款式的话都非常的多。这次卡依奴的它的一个价位啊都是非常实惠的哈，有做开了这个品牌的一些小主可以去找我们的销售经理哈，因为这个价位确实非常的划算。这一款也是一个大长膝款的一个外套，它的一个版型裁剪非常的精致哈。它这些卡依奴这个品牌的话，它上身的话是非常气质的这种款。有想看那个上身效果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身上这一款这种衬衫的一个连衣裙哈，它上身的话是非常舒适的，它的这个面料，而且它的一个吊牌价的话也是非常的高啊。这一款的话也是个衬衣，这个衬衣的话非常有设计感，我们是配的这种比较休闲的一个牛仔裤，还可以配其他的一些那些阔腿裤都可以的，都是十分休闲百搭的一些款式。你看像这一款这个连衣裙，它的一个腰身设计还有它的一个面料质感都是非常不错的哈。它所有的这些款式啊都是不挑人穿的哈，这一款的话是一个牛仔裙的，也可以当外套穿，也可以当风衣穿。而且它这个版型的话也是非常的宽松哈，所以说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，它这个盘货的话都是可以做的。毕竟这个卡依奴的这个品牌，它的一个名气也在这里啊，都是做了2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。这一款呢，它这个颜色配色都非常舒适哈，做连衣裙，然后做外套穿都可以。
这一款这个也是一个风衣外套，我们是做了一个上下装的一个搭配，版型的话都是非常宽松哈。啊，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系列款啊，一个连衣裙加一个衬衣，这种系列款它上身这种连衣裙上身是非常舒适的，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它我上身的这种效果哈。这一套是也是一个西装外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搭配，非常的职业女性的一个感觉。这还有一套也是做了一个西装外套，然后一整套的搭配。其实像这种搭配的话，无论是公务员或者教师等职业的话，一些女白领穿搭都是非常不错的哈，非常显气质。这一套的话也是一个同系列的一个款哈，它的一个裤子，然后这边的话还有它的一个连衣裙。它整体呈现出来的风格的话就是这种成熟优雅，然后一个欧美版型的一个感觉哈。这一套西装的搭配非常的漂亮哈，这种格纹的比较有个性，我们里面特意配的这种亮色的一个打底衫。这种亮黄色的一个外套的话，也颜色的话非常正哈，比较显肤色。它整盘货的话，一个大件占比的话是很多的哈。这一款的话，这边的话也是一个一个系列款。有想做这种风格，然后想找性价比高的一些货品的话，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销售经理啊。这一套我们做的话是非常休闲百搭的一个款式，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一个叠穿的一个搭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解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。